这是韩国一部大尺度电影，很多人看完只记得女主那完美的身材了，完全不知道剧情在讲什么，直到二刷的时候才明白导演良苦用心。난씻을거야들어오고싶으면들어와소리칠수도있고안할수도있고둘중에하나겠지만这个男人名叫小帅，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编剧，因为导演乱改他的剧本，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剧组，而每次女友让他举个例子的时候，他都赌气不举，于是这段维持了四年的恋情就戛然而止，爱与事业双双惨败，小帅变得萎靡不振，他独自一人来到偏僻的郊外，打算在这里写新剧本，然而就这破民宿一晚上居然要30,000韩元，小帅询问店主价钱是不是标错了，但对方并没有理睬，与其这样还不如去其他更好的地方，正准备离开时，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走了出来，表示这里包一日三餐哦，每天能看到这样赏心悦目的妹子，小帅突然感觉贵一点果然好很多，于是就在这里痛快的住下，至于伙食好不好，小帅其实也没太关心，倒是女孩的打扮让他目不转睛，由于无意露出的风景线更是让他激动不已。民宿的浴室是共用的，小帅洗澡的时候意外发现天花板居然开了一道缝，他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第二天入夜他早早地来到山坡上守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过了一会儿女孩蹦蹦跳跳地往浴室跑去，小帅趁机爬到屋顶上，透过缝隙偷看她洗澡，真是人小鬼大，这一幕美得让他忘了寒冷。渐渐的，小帅发现自己对女孩越来越上心，他有意无意间的动作常常让她浮想联翩，有一次路上遇到女孩，小帅主动提出载她一段，到达目的地后他们还约着傍晚一起回家，然而等到了晚上女孩还是没有出现，小帅失望地回到民宿，却看到女孩冷冷地从他身边走过，居然连个解释也没有，此时小帅心中有几百句粗话想问候，但是看到店主就在那边，他也不好发作，过了一会儿女孩主动过来搭话，找他要了一根烟，小帅问他为什么放自己鸽子，女孩没有回答，反而问他车上有没有好听的音乐，两人坐在车上听了一会儿，女孩突然为白天的事道歉，说着主动解开外套拉链，这个举动让小帅一脸懵逼，女孩表示给你机会你就好好把握，千万别后悔了，小帅正准备上手时，女孩又说自己今年18，这未免太稚嫩了，小帅迟疑了一下，而女孩则嘲讽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拉起外套拉链甩下一句真是单纯呢，小帅无言以对，很快到了离开的时候，临走时女孩对小帅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回到城里小帅还是对他念念不忘，导演再次找到他寻求合作，表示这次一定按他的剧本拍，但小帅现在没什么心思创作，在澡堂里他听说一个朋友正在和19岁少女谈恋爱，小帅心中的枷锁瞬间冲破，于是立刻打电话给导演，愿意和他合作，很快小帅又回到了那的民宿，店主正和女孩吵架，激愤之余甚至还动手了，说来这两人是什么关系，小帅一直不清楚，心里默默把他们当成了父女，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晚上女孩裹着毯子追剧，笑得前俯后仰，小帅表示想看点新闻，女孩说你随意，当她走过去转台时却发现镜子照出女孩的身影，只见她不知何时掀开了毯子，露出一抹春色，看得小帅一脸惊讶，第二天店主不知为何在院子里打砸着东西，很愤怒的样子，而女孩没事人一样晾着脚上的指甲油，打发着这无聊的时光，到点时候女孩给小帅送来了早餐，新鲜刚挤的黑羊奶，别提有多滋补了，小帅受宠若惊，接下来女孩往面包上挤蜂蜜，却不小心撒得满地都是，他赶紧尽可能的挽回损失，而这一幕让小帅害羞的低下头喝一口羊奶压压惊，经过这些事小帅有点纳闷，女孩好像故意在亲近他，这天两人独自的时候，女孩直白地说出了小帅的心声，那天在车上如果和他坐一次就好了，女孩说得风平浪静，而小帅听得目瞪口呆，接着他又说난씻을거야들어오고싶으면들어와소리칠수도있고안할수도있고둘중에하나겠지만今晚小帅倒是怂了，没敢去偷看，清晨女孩伸出舌头调皮地喝着屋檐上的雪水，小帅好奇地看着她，接着跟踪她到对面的芦苇丛，接下来的一幕让她震惊了，这个女孩脱下外套赤条条地感受着大自然的拥抱，而一个男人正躲在后面偷看，看来今晚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这时女孩竟然出现了，她主动亲吻了小帅，还亲手喂他喝奶，这画面太美，我不忍看，第二天小帅以为自己和她关系该更进一步了吧，没想到女孩却跟之前一样冷淡，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难道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吗？小帅不甘心，
他又一次跟踪女孩来到那片芦苇丛，却发现一辆车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小帅好奇地凑上去看，不用说也知道是什么情况，反正脸红心跳就是了。回去后小帅又辗转难眠，没想到女孩又是不请自来，她趴在小帅身上说着悄悄话，接着又突然咬了他，让他酸爽的几乎要与花儿登仙。到了第二天，女孩又一脸的天真，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而小帅也发现奇怪的是，电脑里的存稿总是莫名其妙的消失，手机也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只好用固定电话联系导演，想着先回去再探讨剧本。得知他又要离开，女孩突然大发雷霆，将他臭骂了一顿。小帅这才意识到，原来这几个晚上发生的事都不是梦，而存稿和手机都是女孩动的手脚，只为了将他留在这里陪伴自己。小帅正准备说点什么，这时店主回来了，他只好躲进衣柜，接下来却看见了更为惊讶的一幕。店主对着女孩上下其手，检查她有没有背叛自己。原来他们从来就不是父女，而是其他关系，女孩居然和这样一个大叔。小帅感到无法接受，立刻收拾好行李离开。女孩哭着挽留，表示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可小帅根本不听。然而在半路上，他又改变了主意，他实在忘不了那个女孩。小帅在芦苇丛那边找到了她，两人一边争吵，一边彼此表露了心意。就在这时，女孩突然惊恐地让小帅别出声，被发现的话两人都活不了。小帅这才意识到他和店主不是自愿的，而是被绑架监禁的，于是他立刻扑倒了女孩，做出一直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有了这次经历，接下来就驾轻就熟了，此处省略了三分钟典藏大戏。小帅想带女孩离开这里，到城里一起生活，到时报警抓店主，让法律来惩罚他。可女孩却笑了，只有这样他才能忘记店主带给他的痛苦。小帅一向遵纪守法，哪敢做出这种事来。女孩恼火了，骂他是怂蛋。他威胁小帅，如果不照他说的做，那就报警告他强奸。小帅无语，觉得他真是有病，自己还是一个人走吧，别趟这浑水了。可是却怎么也打不开车门，原来车钥匙已经被女孩偷走了，没办法，只好留下来从长计议。此时小帅已经深深感到后悔，自己不该来这里，更不该和女孩发生不该发生的事。然而一切已经晚了，女孩突然打开小帅的房门，扑了过来，死死地掐着他的脖子。小帅一个翻滚，成功逆转局势。可是店主已经提刀出现在身后，女孩瞬间变脸，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哭着说小帅强暴了自己。店主闻言愤怒地追杀着小帅，两个男人开始了生死搏斗，而女孩则坐在一旁冷冷地看着他们，甚至还有心情想笑。小帅并没有杀人的想法，以为把店主打倒分出胜负就行，没想到对方居然还要搞偷袭，小帅只好抄起家伙回头给他来一下。最后店主受伤失去战斗能力，而小帅的脚也受了伤，他一瘸一拐地离开。但很快一辆摩托追了过来，为了逃脱，小帅只能顶着刺骨的水流越过小溪。来到对岸后，他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接着镜头一转，女孩回到民宿，脸上带着新鲜血迹。不用说，小帅已经凉了，成为了黄土之下的一员。店主正在院子里磨刀，而此时来了一个新的客人，女孩热情的招呼，甜美的笑容让客人忍不住想守护。晚上女孩正在浴室之中等待，果然这个客人也爬到屋顶想偷看，看来又是一个新的猎物呢。显然女孩是一个高级海王，享受着钓鱼的快乐，店主是她的裙下之臣。每次她在场的时候，女孩都会和小帅保持距离，而独处的时候，她就会想方设法勾引。他本想让小帅杀掉店主，然后取而代之成为他新的玩物，但小帅不够服从，所以女孩只好放弃他，重新寻找猎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男孩子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